动手能力极强的外国牛人们，不管是任何东西都能盘一盘。譬如喝完了饮料的易拉罐，被他们折腾了一番后，就成了一个迷你型的烧烤炉。想要把香肠烤得外焦里嫩，丝毫不输给专业的烧烤机。硬核的是，他们还能用易拉罐做一个煎锅，点火倒上油，再放一片肉，三五分钟后肉熟了，吃一口味道简直绝了。方便小巧，还能省下买烧烤炉的钱。除了能用易拉罐做烧烤架外，这小伙还能用大西瓜做烧烤架。找来一个大西瓜，从中间给它一分为二后，再将里面的果肉给掏空，紧接着往里铺上一层锡箔纸，然后再放些黑炭，把签子插进去，就这样一个烧烤架完成了。弄点小鱼干上去烤烤，十分的巴适，甚至还能弄点小香肠呢。虽然看起来非常有趣，但小伙伴们还不要随意尝试，毕竟安全隐患还是存在的。咱们过过眼瘾，咽咽口水就行了。视频最后，我们来玩个小游戏，问地上掉了一张5元的和一张50元。